哟，我又回到《仙境传说》啦！我又，那现在我就去做这个什么，跟雷诺对话。那这个雷诺是在哪里？我真的不懂。那就用导航。那它是叫雷？落，哎呀，惨了！这种还改了没？还没改，先改一下。落。叫雷的人有很多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个不同人原来可以这样，原来这个选项是这样用的。那雷的。雷的。哇，这个有很多个雷诺。那先搜地图吧。那他是说去哪里？农是农吗？哎呀，真的是，因为我看不明白，是农吧？不完全是，那也不是酱，是农，OK，还是这样吧，古龙德拉，普隆德拉，城市的话，它是这个，普隆德拉。现在就去出发吧。其实走出来好像就可以了。先跟着跑吧。二年级，哎呦，飞石我是有的吧？有20颗。
这个就是普通的了。我们一起吧。哦，好。在城市里面，来看看城市的任务。完全没有打怪升级的游戏了，变成。这个就要用手写了。播，然后下一个是有点小，难波南，试一下吧。墙边被发现，中央大一直走。好的。那这个先放着先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任务，还有一个活泼的阿姨。没有接成功，是什么原因？这个是要另外一边。这个帖子的话，它是在哪里？好想完成这个任务。代理工会，看有没有四处的工会。这个目前要有工会呢。城墙应该是这个吧，贴上。有什么问题呢？辛苦你了。一共要贴三张，内容。在指定的位置贴传单，纳米说了一些五到三的消息，去贴第二张的位置吧。第二张的位置是在哪里呢？
刚刚是在这里有经过嘛？这两个一定肯定不是的。那这个任务在指定的位置嘛？落，顺便学一下，怎样读啊？这个字奇怪呢。重写。嗯哼哼，一点都不像。嗯，重写。鹿应该是吧，它有鱼吗？嗯，看起来不像。鹿的话，鹿迷，我试一下。鹿迷，名字很像了，但是三的五十小时到第二站传达位置，布米是对了。那这个先放这先吧，那去找保罗那个任务做。再试你先保存啊，这里保存只有一个吗？先放大啊，这里有，先慢慢走。鹿迷，记着他名字先，下次就完成他。哎呀呀！存好了。蜂蜜应该很强吧，但是有装备一点都不怕吧。加五嘛，加二，就上了。不能，幸好打不动。
哎，这个不是我要打，但是打一下吧，反正都经过了。任务以外的小罗罗，完成啦！你好。走走走，看一下这个地图。21级啊，对吗？蝗虫，好像不在这里，先去看一下。蝗虫的话是在这里。15级，目前不能打了，那个人太厉害了。那这个完成了，关闭。这个打不赢，那再闪一闪吧。然后我有记得，有一个收集材料的，3个幸运彩，一个绿鞋，还有一个红嘛。那这些材料我应该都有了。还欠幸运草，幸运草还有，这个任务。拉回出来吧，收集材料。红色的草，有吧？红色。
红色，红色。用了，要打一下吧。红色。世界地图。研究一下。我是要世界地图。然后看一看要的怪兽吧。风冰。去看一看有什么小怪打。风兔，掉落的装备，没有我要的。收集材料嘛，我要收的是红茶嘛。红草、绿草，绿草的话应该是虫虫，虫虫的话是有绿草的，绿草有咯，三叶草要多两个，然后兔子，就去打一打吧。绿草。这个死猫够了，然后剩下就是找虫虫，找完虫虫就可以做材料了。材料的话，有什么好咬的，不要咬我哎，兄弟，放过我吧。虫那么难找吗？有可能。找到了，一找就找到两只。升级了，升级的时候是最烦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麻烦。好的，那再换装。红草还没拿到了消耗品。其实这些红草不一定买也是可以，但是没钱嘛。那打的话是最快的。哎呀，没有打到我要的材料，气死我了。%几了，差不多6%。那低一点的话是4.2。就欠这个红草嘛，那我看一下有的卖吗？小兔兔，红萝卜。
走走走。哎呦，不简单哦。有没有一个可能打波波令的时候掉呢？应该很低吧。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哇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好小啊哈！加我的速度了，大概多久？四分钟。那四分钟走啊！冲冲冲！哎呀，料理的物那么难完成的吗？我看一下红草。红草，扮野兔，野兔也有电，野兔。野兔也会掉哦，那野兔也一次过打吧。哦，到他的时候不掉。兔兔都不在啦，草原好难打，它是最低概率吧。看一下有没有时机。十级的小鸡，世界地图，先打这些。这个箱子有什么用啊？好远哦，还有危险呢。换个任务，这个任务太难了。还有什么任务？蝗虫那边我觉得可以打了，那蝗虫先打吧。
备。解毒遁影，走走走，冲啊！好的，冲冲冲冲冲，叫人无赖。我蛮强一下哦，我的那些属性。
免费加成了。显示地图。JJPDS。这个小孩的任务是每天的，这个做过了，这个干吧。可以提供30分钟，不可以。但是这个任务不懂，加油干吧的，变身干吧的，我可以。像找材料那个，目前是欠一点那个属性，这里这个先不升，击杀南部最凶狠的。接着先，就比较好奇的是这个，干巴的，30分钟可以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好想做这个任务哦，就是呆，不懂还可以招他出来没有？我们分手吧，我没力气了。我要去哪里？这个。干巴的，我可以提供。这个感觉不是一个任务。加油先生。材料，那目前就先打到这里了。目前的话就这样，先看一下有没有截到。游戏，我到哪里了？我记得是这个。是这个，最后一张是这个吧？
这不是，这是最后一张哦。哦，顺序不对了。那六号是最新的一张了。好的，有解到就可以了。六号是几灯？十五灯。好的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